有位北京的客户私信我说，由于太原不方便过来，让我帮他选一只小比熊。今天上新的狗狗有博美，还有灰泰迪。看你这着急的样子，不过你不是我今天的目标，看你体型虽小就你了，虽然有点邋遢，嘴巴挺短的，毛量也不错。接下来开始你的狗生第一次洗澡吧。 现在已经修好了，是不是变化很大呀？来看下他的五官，嘴巴只有一指宽。再给你们看下侧身，这毛量是又多又白，体型也只有一丢丢大，而且小腿也比较短，只有两指高。这小脸像个小熊一样可爱，再给你拍个美美的照片，看看哪个家长能看上你吧。